早期的住宅，那它是比较就是住独立式的，因为那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有名，对。然后它是利用很多百叶窗的设计，其实它就是用一个伞形的屋顶，然后这样可以就下雨的时候就是比较不会打进去，那一样都是有通风的效果，就是利用大量的百叶窗，然后外面还有水池，这样可以降低室内的温度，对。那其实他们早期就有这样的设计了，那近年来就是才有更多，对，他其实很早就在做了。那右边也是，都是早期的，这边也是他们的独立式住宅，那他们之后才开始演变一些公共建设，对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打开这个。这都是因为他们这个就独立式，就是一个人的，就是一个家。那他们都是做成开放式空间，可以看到他们很早以前就有在做这样的东西了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它就大量的用木头，然后完成整个建案，对。这个也是，它利用大量就是大面积的一个屋顶，然后打出阳台，然后更外面，这样子很就是一个家的人都可以在阳台下面，然后聚餐啊，做些事情这样子，那也可以培养感情。对，那下面都是水池，都是可以降低的那个温度。这就是所谓的他们的豪宅吗？嗯，对。这就是一开始他们所做的一些建案，比较早期一点，因为早期一点他们就做比较私人的，对，然后就是都有一些水，这样就是可以减少开冷气，然后降低室内温度。然后里面也有一些植物这样子。这会不会有温隔热啊？哦，他们登革热定期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注重这些，然后他们会定期的检，就是有人会去检查，所以他们会自己就是整理。你说谁会去检查？政府吗？对，他们的新加坡的政府会进去他们家里去，会为了这个，然后就是类似环保局，然后他们因为我们上司有问过他们的人了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每一个固定时间都会检查。有说多久会检查一次吗？啊，没有确定，我不记得确定时间。对，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开放式校园，它就是比较公共建设的，然后它是利用一个伞的原理，对，把它做成像这一个它是净土，它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做出来，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理念，他们把活动中心往就是盖在最上层，然后下面有好几楼都是做成那个就是空间室里面有什么商业啊，然后一些就是设计，对，就是其实它也是活动黎明中心。然后你的意思是说它都在地下室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它把那个操场做在最高楼。你是说这个吗？对，它上面是屋顶，它的旁边的座位可以容纳5000人。哦，对，它是一个看台，然后它是操场。哦，那旁边还有游泳池。上面游泳池在哪里？旁边那边，右边，右边是那个。哦，对，然后下面就是一般就是楼层这样。哦，哎，很棒，有希望嘞！我们你知道那个江翠国小，国中，嗯，他们就是为了要盖游泳池跟停车场，要把老树给挖掉。嗯，那如果他们盖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停的往上盖，对，那他就可以盖在他的操场上面。对啊，而且他这样操场在最上，在屋顶上，他下面可以就是一样当把操场当成屋顶，然后下面也不用淋雨了，他又可以遮风挡雨。上面又是操场，太棒了！我要到这停下来。
有他的图吗？这个东西的图吗？赶快赶快，我要把这个。只是比较可惜，这个 在哪里？它是净土。哦。对，它是没有做出来的，但是他觉得这个概念很棒。对，这个我们可以留下那三十几棵树了。对啊，民众总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江翠国中啊，上网上查一下吧。好。这个就是吗？这个就是哈。这个就是。这个。然后室内也有运动场，然后休闲设备。而且它像，其实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外面的墙啊，都有做一些直升墙，攀爬的植物。嗯哼。然后它这样就是有通风跟凉爽的功效。嗯哼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现在我照的这个二楼平面图。哎，我知道它是二楼，它是放什么？其实是说。它最上面是操场嘛？对，操场。然后在七楼的地方，我看到是七楼是操场。对。然后六楼是什么？六楼它都没有写。六楼是什么？六楼是屋顶运动场。六楼。然后这个四楼平面图。它其实就是有些是做商业的，这个地方是游泳池，看得出来是游泳池。对。然后二楼就看不出来是。有些是公众的。一楼就是庭园的。总会三明治。对，它就是公园广场跟活动中心。它是设计就是民众中心。还有微风走廊、晴雨棚、活动中心跟天井，一楼的微风道可以有5000个可收式的座位。对，它在最顶楼。它所以它这个位置可以收起来。不是，它是5000个位置可以坐在上面、但是位置可以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把它停下来。